穿军服赞 2.0， 为展现国军热情、勇敢、自信之优质形象，以及亲友支持国军的期许与骄傲。只要您将穿着军服与亲友合影的照片投稿在青报脸书粉丝专页，获得赞有1分，留言2分，分享5分，每月积分前5名者即可获得青年日报社专属客制化 T 恤及马克杯。本周的人气王分别是陆军官校孙玉山上尉、陆军步兵幺洞四旅王振华上尉、陆军步训部傅冠霖上士。电视机前的官兵弟兄姐妹们，赶快投稿到青年日报，也记得上网按赞及分享哦。